大家好，我是 AnyCar 的 Paul。 今天呢我心情真的很兴奋，因为来到参加疫情之后再重新开放的上海车展，我们一起去看看有什么新的东西，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好，那我们去吧。我拿一份，这是地图啊，我是有地图，这个地图啊，谢谢。刚才我们刚参观了这部最新发布的 S7， 我觉得很多方面有惊喜，无论它外形从任何角度去看，我觉得都是能够接受，没什么特别瑕疵啊，或者是说突出来不好看的地方，整个线条流畅。还有它的灯的设计，前后灯它们那个形态或者是它那个特点是互相呼应的，是很漂亮。我觉得里面那个驾驶座里面的惊喜是最大，无论材料它的电动化去配合你人的坐姿，电动按摩等等，这些全部是比我所坐过的任何一款香港我能够坐到的车，它的配备都是更多更好更加贴心。请问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我觉得那里真的好像戴了头盔一样。我来到Smart 嗰个展品嘅陈列嘅地方嘅时间咧，我都有好多感受，因为以前喺香港我都系俾 Smart 呢部车所震撼过噶。呢部车我最初认识佢嘅时间，我真系俾佢嘅前卫性嗰个个性化所彻底嘅折服啊！咁但系随住即系市场嘅需要啦，日用性嘅需要。而家新的呢啲電動車系列就會係多數兼容咗喺日用性嗰方面會比較多，個性化嘅嘢係有嘅，但係就冇以前咁強烈。咁但係都係一個好嘅進步，使到呢部車能夠係對所有嘅用家喺任何嘅場景嘅使用方面咧，好多嘢就合理化咗好多。呢部阿維塔是我覺得在中國最近即係興起的高端品牌裏面，我覺得是一部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個品牌。呢部車佢的設計全部都是用美學嚟到做主。在性能方面咧，我曾經試駕過佢係我覺得可以列佢入去超級 SUV 嘅一個嘅嗰、那個嘅身份嘅裏邊。無論性能，無論美學，無論裏面的使用智能化 的設備，都是我覺得是完全震撼的一部車嚟嘅。而且呢一部車咧，佢喺今次的新聞發布裏面咧，華為即係宣布了將來佢哋呢部車會用華為的鴻蒙系統嚟到做佢哋嘅嗰個嘅系統。咁所以我覺得呢部車咧喺雲雲中國新興的高端品牌裏面咧，是一部非常非常有前景的车。在中国这几年里面，智能化的电动车的爆炸性的发展是有一些基础的原因的，就是国家去搞智能化的城市，在这个智能化的城市里面 5G 通讯加上这些好像现在这间公司这样去制造一些智能化的嘅操作系統一啲軟件嘅應用啊，將佢哋擺喺呢一架電動汽車嘅裏邊，使佢成為一架為你度身訂造，又係屬於你私人嘅一個好似機械人咁樣嘅一個嘅角色，陪伴住你生活。呢一種嘅爆炸性嘅發展，必須要基於智能化城市嘅設計。但係而家唔單止係咁樣。呢啲公司會設計一啲新嘅軟件，唔再依賴電子高精地圖，以至到喺呢個國家裏面，如果佢哋係冇嗰個智能化城市嘅基建咧，佢哋都能夠獨立應用。咁所以係喺全世界嚟講，我哋覺得中國能夠喺電動汽車同埋佢嘅應用上面依家係獨領風騷咧，係有原因嘅，亦都係有前景嘅。
結果都嚟到最後一站，我哋最後一個展館，呢度就係展覽咗喺智能化嘅汽車嘅電動汽車嘅製作嘅背後嘅整個嘅供應鏈。參觀完之後咧，就真係好慨嘆，原來中國嘅供應鏈喺智能化汽車、電動汽車嘅方面係齊備到一個地步咧。如果我有錢，我可以喺呢度揾出所有嘅供應商去為我自己做一架屬於自己品牌嘅智能電動車。所以真係中國製造、中國科技以及即係中國電動智能汽車嘅崛起係有基礎原因嘅。希望大家透過呢一度嘅呢次嘅展示能夠有一個即係準確嘅認識。